从繁华都市到深海孤岛，面对大好前景，他为何执意投笔从戎？从海归硕士到海岛建兵，短短一年时间，他如何实现治兵突击？一个选择，一份坚持，一段人生。军旅人生本期为您播出，王川阳，海归硕士的士兵突击，讲述军旅故事，分享励志人生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军旅人生。今年起，全国征兵时间由冬季改为了夏秋季。那现在呢，今年应征入伍的新兵们已经走进了军营，开始了训练。初入军营，部队的训练生活能否适应呢？今天的节目啊，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位烈兵，也就是去年年底入伍的新兵。他曾出国交流学习，免试保送读研，面对跨国公司的高薪聘请，他却毅然回国参军，成为了辽宁省军区外长山要塞区某海防团的一名战士。他叫王川阳。1988年出生的新战士王川阳，甚至比连队指导员的年纪还要大，再加上这罕见的高学历，这位海归硕士一时间成了官兵们热议的话题人物。我叫王川阳，25岁，2012年从英国萨里大学硕士毕业后回国参军入伍。从世界经济中心伦敦到黄海深处的海洋孤岛，从喧嚣繁华到落寞静谧，是选择更是抉择。和每一个新兵一样，初入军营时，我也有过对未来的彷徨和迷茫。但是祖辈的战斗经历，父辈的军人气节，一直感染激励着我。我也要和他们一样，做一个有英雄故事的军人。我坚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，别人休息我加班，别人跑3公里的时候我就跑5公里。我觉得给自己有一个更高的标准，就一定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。这个倔强中略带固执、执着又充满激情的大男孩就是我，一个不断追梦圆梦的80后士兵。我拼搏的脚步从未停歇。就是人称奇迹哥的王川阳，皮肤黝黑，身形矫健，动作娴熟，游刃有余。你很难把眼前这个小伙子和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联系到一起。提起王川阳的奇人异事，还得从他入伍时开始说起。2010年正在东北财经大学读大三的王川阳，因为成绩优异，被选送到英国萨里大学交流学习。本科毕业后，又被保送攻读硕士研究生。2012年10月，王川阳顺利完成学业，并得到英国一家跨国公司的工作邀请。可是就在这时，他却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决定，回国参军。在英国留学的假期的时候，我去了大英博物馆，刚进入中国展厅，就看到了琳琅满目的中国国宝陈列在异国他乡，那一刻我感到了十分的心痛。3、2、1，2、3，3，4，
黄川阳说自己是个兵三代，爷爷和父亲都曾经是海防军人，从小对部队生活耳濡目染，参军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。然而如愿当兵后的第一天，他就着实吃了一番苦头。六个多小时的航船在海面上十分颠簸，我吐了整整两个塑料袋，几乎把自己的胆汁都吐出来了。刚下船的时候，当我的脚踩在海岛上的时候，感觉还是十分晃动的，有一种还是在海面上的感觉。王川阳所在部队位于黄海深处，东与朝鲜半岛相望，西北与长山列岛毗邻，战略位置险要，有黄海前哨之称。海岛生活艰苦而枯燥，物质的匮乏，精神的空虚，都让王春阳无所适从。刚上岛的几天里，他简直是度日如年。以前在国外的话，每天晚上9点钟才是真正开始的夜晚。我很习惯是晚上的时候看看电影、上上网、玩玩手机。来到军营以后，每天9点就要熄灯就寝。更别说是用手机刷微博、发微信什么的了。那种强烈的生活反差让我很不适应。写日记是王川阳一直以来的习惯。来到部队以后，他把每天的见闻感受记录下来，当作排遣寂寞与孤独的一种方式。2012年12月21日，星期五，新兵连第五天。今天是我小值日，收拾了很多东西，我不禁对比起当兵与英国留学的日子。在英国常抱怨不能像在中国一样开车上学，而如今齐步走的时间长一点，我便偷乐了好久。记得刚去英国时，身边没什么朋友，一切都那么陌生，哪也不认识，而如今一切都得从新开始，连一个给朋友打电话的机会也没有，去超市想都别想。准备好了，一耶三，紧张的新兵训练马不停蹄地展开了。虽然作为国家二级运动员，王川阳曾多次在省市级赛事上摘金夺银，但高强度的训练还是让他有些难以承受。那时候下楼梯都十分困难，因为晚上做小型练兵，第二天肌肉很酸痛，然后走到楼梯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一步一步的挪下去。记得有一次投手榴弹，因为投了次数太多，为了提高成绩，后来拿筷子都夹菜都已经十分困难。既然选择了当兵，就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，于是王川阳开始了各项魔鬼训练。耐力不好就多练几个3公里，体力不好就绑着沙袋做练习，臂力不行就端着砖块练平举。新训结束之后，王川阳在考核中一举夺得单杠、战术、射击等10项第一，被要塞区评为新训标兵，获得要塞区嘉奖。王川阳奇迹哥的名号也不胫而走，从新兵营传到了整个海防团。我叫王川阳，25岁，2012年从英国萨里大学硕士毕业后回国参军入伍。从世界经济中心伦敦到黄海深处的海洋孤岛，从喧嚣繁华到落幕静谧，是选择更是抉择。这个倔强中略带固执，
执着又充满激情的大男孩就是我，一个不断追梦圆梦的八零后士兵。我拼搏的脚步从未停歇。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很快就结束了，王川阳主动选择了团里训练最紧张、生活最艰苦、驻地最偏远的海防二连。然而下连后没有几天，风头正劲的王川阳就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打击。海防二连的训练向来以严酷著称，五加一，白加黑，一周六天，从早到晚。一天下来，战士们经常累得连话都不想说，头沾枕头就能睡着。就在王川阳开始逐渐适应这样的训练生活时，一个全新的挑战摆在了他的面前。今年四月份，我们连开始承担特战任务，就是从全连选拔出十名特战精兵，代表我们团去参加要塞区组织的特战尖子比武。当时作为一个新兵，我也十分想成为这十名中的一员。然而，新老兵的第一次合训就让王川阳备受打击。第一个科目就是十米攀绳，记得当时我第一次爬的时候用了将近一分钟，而那些老兵班长几乎都是二十几秒就能完成十米攀绳。我当时感觉有一些绝望，因为一是动作也不会，二是体能也不够。准备怎么样？站立！交替，我通过前门台，一组过来，三组过来。仅仅攀升一项就有足足四十秒的差距，射击、六公里奔袭，各项差距要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弥补上，谈何容易？那时候让我感觉又有一种回到了起点的感觉，一切又得从零做起。那时候我就是多向一些班长、向能者去请教，去问一些训练的技巧。左主前引，向前引。两手腕贴紧，枪托微贴肩窝，使劲。好，轻贴。虽然有些不服气，但王川阳心里明白，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一正呢，就是咱们枪身，首先保证枪身是正的。给我印象最深的呢，就是他那种不服输的劲头。基本上连队所有专业班长，他都请教个遍。从这个手枪射击到步枪射击到重机枪射击，别人那个训练的时候呢，都是正常持枪，他每次啊在手枪或步枪前面加上有水壶，吊上两块砖头，平时呢其他同志举枪五分钟，他就要举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。除了训练量上下功夫，王川阳还好琢磨天气、风向、动作幅度、力道、呼吸，甚至是心情，都成了王川阳每天记录的对象。对，一是杀敌，一把杀气。有时候感觉自己打得越好，成绩确实越差。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就是通过这种方法，把每次自己的心情也记录在本上。后来就发现自己心情越好的时候成绩越差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反而成绩还比心情好的时候要好很多。作为王川阳的战友兼对手，确实是很累，但是收获也很多，每天过得很充实，感觉每天都不断的进步，就是有一种话来说是痛并快乐着吧。2013年4月22日，星期一，下连后第49天，选拔进入了最后一周。一早起来，连长便通知选拔提前改为今天。没想到上午第一个科目六公里奔袭就出了大意外，成绩中下游。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科目必须逆转才能实现自我救赎。
测试的最后一项是攀绳，这个最初造成王川阳心理阴影的科目。然而这次他却爬出了18秒的好成绩，最终总成绩位列全连第六。王川阳作为全团唯一一名新兵，参加了要塞区的特战比武。2013年6月25日，在要塞区侦察特战尖子比武中，王川阳以11秒50取得攀绳第一，10枚进8枚取得手雷投准第三，综合排名第七，荣立三等功。2013年8月25日，在要塞区闯破纪录活动中，王川阳以20发20中的好成绩，打破300重机枪射击2年多的记录，成为该项目满环第一人。这个小伙给我的印象就是有梦想、有追求，而且为了这个梦想和追求啊，切切实实的付出了行动。2013年9月28日，下连后第159天，今天我很幸运地被评为了虎星尖兵。从团长那接过奖杯和奖状的那一刻，我感到了无比的自豪和满足。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，而成功属于准备好的人。今天不是一个节点，而是一个新的起点。因为年纪比连队大部分战士都大，所以训练之余，王川阳会像大哥一样照顾大家。篮球赛新老兵体能对抗，他总能让部队充满热情和活力。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和大家共同继续学习军事常用英语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一个大家，咱们上节课学的一个单词，有谁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用英语怎么说 ？People's Liberation Army。很好 ，People's Liberation Army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英语辅导是王川阳的另一份兼职。哪个战士想考军校了？哪个战士对国外新式武器有兴趣了？哪个战士想炫一段英语了？王川阳总会义务充当小老师。他乐于把自己所学和大家一同分享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用手枪瞄准并开了火。训练中的领头羊，生活中的老大哥，官兵们都说在王川阳的身上总能看到阳光的影子，因为他始终直面挑战，永不言弃。如果吃苦充满了意义，我称之为奋斗。人生的每一段历程都有它独特的意义，出国留学是这样，当兵也同样如此。对于这短暂而漫长的一年时间，新战士王川阳有着自己的理解。曾经跑步是为了冲刺和激情，后来跑步是为了冠军，如今跑步是为了驻守海疆。其实一直在做同一件事，只是目的不同，而意义却大不一样。对于王川阳来说，学历只是一个标签，如何把标签变成胸前的军功章，才是他继续努力的方向。好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，下期节目再见。